祝各位给我长按点赞三连的兄弟们2020年欧气满满，好运连连，年年有为，蒸蒸日上，步步高升。哦耶！Hello， 兄弟们，来到刘哥魔玩空间。眼看着马上就要过新年了，所以说呢，决定给兄弟们来自己可爱福气抽奖于一身的2020开年大礼盒开箱视频。这次呢，京东联合红米、华为、荣耀、vivo、oppo 五个手机品牌发售了一套瑞兽礼盒，每个品牌2000套，共10000套。大家呢可以去京东上面搜索瑞兽礼盒就能够找到了。这套礼盒里面呢，除了手机之外，还有福袋、瑞兽手办、红包、新年祝福语等特别喜庆的物件。而福袋中的刮刮卡有机会刮出手机奖品，10000套中有20台。除此之外，还有5个隐藏版本的瑞兽手办，你要是有幸买到了隐藏版本的瑞兽，将100%获得手机奖品，实在是太刺激了。这一次我也很荣幸，直接把5个手机品牌的瑞兽礼盒全部都给拿到手了。今天呢，就一次性开箱开到爽，说不定还会中大奖哦。OK， 那么接下来正式开始开箱的环节。首先我先开的这个是 OPPO Reno Ace 的这一款，因为之前做过 OPPO Reno Ace 高达定制版本的，所以说比较熟悉啊。这边写着欧气满满，这个呢是一个全黄金版本的啊，土豪金版本的这个貔貅，应该是对应礼盒里面的那个。那么开一下来看看到底是不是。哇，兄弟们看一下这个好可爱啊，这个是一个你看特别 Q， 然后呢两个这个嘴嘟嘟的，这边呢啃着这个金元宝的这样一个眼睛闭一个眼睛睁的，很可爱的一个貔貅的造型，然后有点像是我们以前的那个贺卡的那个形状啊，是这样子的。这边上面写着京东手机2020年货节金凤呈现。好，我们继续，这个有一个恭喜发财，有一点像是一个红包。打开之后的内容物可以看到是3个红包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，这个都是可以装钱的。然后还有这样子的一张，怎么吃都不胖，哇塞，我拍视频已经胖了30斤了，希望2020年真的像这个上面说的怎么吃都不胖。后面则写着2020上上签。然后这个小荷包一样的东西我们打开来看一下是什么啊。嗯，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金色的刺绣，非常的精致啊，是一个貔貅，然后上面写着貔貅2个字，背后写着福气多多，感觉里面是有东西啊，我们可以拆开来看一下。哦，原来就是这一次的刮刮卡，我看一下我的手气怎么样啊。来来来来来，我这张呢是2020年新年快乐，新的一年祝您怎么吃都怎么都吃不胖，哈哈，这个也算不错吧。然后我们继续，这边还有一些卡片，这卡片写着一夜暴富、职场开挂、貔貅护体、水逆退散，嗯，这个应该都是祝福卡之类的吧。接着我们再往下，哎，这个真的很像是一个开宝箱的那种感觉，就是不知道它底下到底会有什么东西。我们先把这个红色的东西给拿出来一下，你看上面是一个貔貅，哎，兄弟们，这个居然是一个红印泥，难道它还有那种章吗？你看这个红印泥，这个底下的颜色让你以为是一个玉，是不是？这个应该也是比较有意思的那种造型啊。我们继续，我们继续来看看到底里面还有什么。这个呢就是我们 OPPO Reno Ace 的手机了，但是我觉得第一我不是数码区的 UP 主啊，而且呢我相信兄弟们其实手机大概都知道是什么样子了，重点还是想看一下其他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手机咱们就略过，告诉你一下啊，是有手机的哈。来，我们继续，先把这里的小东西拿出来。这些小东西呢非常的有意思啊，总共有5大样。你看，第一个有手机，第二个游戏手柄，第三个麻将发，第四个冰淇淋，第五个金元宝，正好这一次5个款式，然后呢这5个配件可以分别搭配的，这也挺不错啊。然后这边这个呢则是一个，哇塞，好重的地台啊，这个小地台呢还是挺有分量的。然后呢旁边都是这种金色的花纹，可以看到有很多的金元宝，那这象征的就是吉祥如意啊，然后呢年年有余，发财发财啊。上面这个方形凹洞肯定就是安装刚才拆下来的那些什么游戏手柄啊、手机那些东西了。而有意思的是底下这里可以看到它写着暴瘦发财好运，嗯，应该是这几个字啊。
那兄弟们应该还有印象，刚才拆出来一个红印泥，所以说啊，终于找到了，原来这个底下的这个地台啊是可以盖章的哟。来，兄弟们，我们看一下效果哈。用力用力，准备揭晓，一二三，你看这边实际上写的是暴富，你看这里还有个富，暴富，然后暴寿，发财，好运，哇塞，这四个呢都是我非常期待能够拥有的，我也希望2020年我能够暴富、暴寿、发财还有好运啦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拆，因为这次的主角瑞兽貔貅还没发现呢，因为就在这里了啊。第一个土豪金的版本，我们给它拿出来。首先拿在手里的第一感觉呢，就是还是挺有分量感的。然后呢，你看，真的是土豪金的版本，而且重点是兄弟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憨态可掬的样子，两个眼睛呢类似于斗鸡眼，因为它要扑住前面的东西。这边呢还有一个可爱的舌头，然后你看这个后面好翘的臀部啊、哎，这个姿势方面真的是非常可爱。然后我们把瑞兽貔貅放在这个地台上面，这个整个展示效果还是非常的不错的。那我这边呢选择了一个金元宝，因为2019年我买了新房子，现在非常的缺钱，所以说我希望2020年第一个愿望就是能够财源广进，赶紧多赚钱啊。那这个样子可以看一下，搭配上这个可爱的貔貅，这种扑过去的样子好可爱啊，还有这个伸出了舌头，一副很贪吃非常贪心的样子，屁股翘得高高的，这个形态方面憨态可掬，同时呢又有很浓浓的这种吉祥的味道，非常的喜欢。接下来我们来拆一下这个华为 Nova 6，这边写着年年有为，然后呢这个瑞兽啊是一个类似于青花瓷一样的这个形态。至于里面的配件呢，跟刚才都是差不多的，但是有一点不同，哈哈，就是里面的这个抽奖的这个刮刮卡，我肯定是要刮一下，看看会不会刮出奇迹来啊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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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2020年新年快乐，新的一年什么都安排上了，也算是个挺吉祥的话吧。那手机啥的咱都不看了，我们重点来看一下这一款貔貅。这个貔貅的造型方面肯定都是一模一样，但是你看它的涂装呢跟刚才就完全不同了，类似于青花瓷一样的感觉，就更有我们中国风味了。而这个类似于青花瓷的版本呢，我是给它配了一个麻将发，因为我个人认为麻将也算是国粹级别的那种存在啊，然后跟青花瓷比较搭。同时呢，我个人认为麻将这个东西，这个除了技术很重要之外呢，它的运势才是最重要的，因为我妈就说啊，有的时候运气来了呢，真的是挡也挡不住。所以说我也想借由这个麻将呢，希望我2020年能够一切顺顺利利，运势打打底有啊。第三盒我们来拆一下荣耀9X的版本，这边写着步步高升，借你吉言。然后呢这款的这个貔貅你看特别的色彩艳丽，我也是很期待的。而里面打开后的第一件事情肯定是要拿出这个刮刮卡，我就不相信了我今年运气这么差啊。2020年新年快乐，新的一年愿暴寿是您，有钱也是您啊，这个真的是2020年我的一个很大的两个愿望。那这一次荣耀9X所附带的这个貔貅啊，真的是很有特色，因为它的颜色，兄弟们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好色彩斑斓，而且你看它由于颜色特别鲜艳，你看连手掌中，这个真的是很像猫爪啊，很幸运是吧，很像那种什么猫爪咖啡杯啊什么的，你看好可爱，红扑扑粉扑扑的。然后呢它的这个舌头也伸出来了，本来就伸出来，但是之前的两款好像没有这种感觉，但这款也很明显是一个粉色的舌头，都喷的是清清楚楚的。然后你看这眼珠感觉过去也更加有神了，上面各种的分色，对不对，看一下这边旁边啊，看一下这个颜色，哇，这个好漂亮啊，非常非常漂亮。那这款色彩缤纷的貔貅呢，我是给它配了一个游戏手柄，这个游戏手柄在我的理解里面应该就是意味着我们的娱乐生活啊，对不对，我也希望我2020年我的娱乐生活能够多姿多彩一些啦。第四盒我们来开一下 vivo iQOO Neo 855版，这边写着蒸蒸日上，而这次的貔貅呢对比上一款那个色彩斑斓的，这个很明显是低调多，而且呢它这个颜色很像是那种青铜时期的，更有古味了。那打开之后第一件事情肯定是来刮刮了，来看看会不会出现奇迹，不要再送我吉祥话了好不好。
还是这样子，2020年新年快乐，新的一年愿您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。好吧，虽然说没有中奖，但看在你这个漂亮话说的足够的漂亮，也讨得我很开心，原谅你了。好，咱呢还是把重点放在瑞兽貔貅上面。哇哦，哎，我怎么觉得这个比我想象中的还更加的有味道啊？你看这个旁边这种，好像真的是那种青铜时期的那种文物啊，对吧？挖出来的文物，然后上面好像是被你摸多了之后，对不对？就已经呈现出褪色的效果了，眼睛暗暗幽幽的。哎，我才发现啊，这里真的很像天马座的那个小翅膀啊，这边旁边还有个大翅膀，圣衣形态。这边我给这一款低调奢华的类似于青铜版本的瑞兽貔貅，配上的是这个手机啊。我个人认为这个手机对应的是事业，毕竟我是做销售的，所以说真的是手机离不开手。另外呢，我又是用手机来拍视频的，所以说我觉得第一个，希望我2020年的事业顺顺利利，还有我的视频越拍越好，希望都能够达成了。最后一盒，我们来开一下这个 Redmi 红米的 K30， 这边写着好运连连。然后呢，这个的瑞兽呢就是这样子的，哎，这个好像还挺好看的。哎，又没中奖，2020新年快乐，新的一年好运一定会来临哦，你倒是来一下。不过没有关系，兄弟们，这个呢最后一个瑞兽啊，我看看我有没有这个运气能够开出那个隐藏版本的，就那个像玉石一样的那个，不光很漂亮呢，还能够100%获得一个手机，我看看有没有这个运气哦。1 2 3，并不是，算了，平复心情，我们先把它拿出来啊。啊，有一说一，你看这个其实还真的很漂亮，这个也真的也像是那种很，我是不懂啊，这好像有一些玉石或者瓷器啊什么的那个样子，你看非常漂亮，这个眼珠子啊，包括舌头，还有这种渐变色的涂装，包括这里的一些阴影效果，这个挺翘的屁股，这种亮亮的感觉啊，这个真的，我觉得这是五款之中啊最漂亮的，最合我心意的一款了，非常漂亮。那这款我认为颜值最高的瑞兽貔貅，我给它配上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冰淇淋。这个冰淇淋呢可以对应是美食，但是我觉得美食好像稍微肤浅了一点，我觉得美食吃进去你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，所以说我觉得它应该对应的是身体健康。所以说我希望2020年我自己，包括爱我的人，还有我爱的人都能够身体健康。好的，那么五套不同手机品牌的瑞兽礼盒已经全部都开箱完毕了，五只色彩与风格不一的瑞兽貔貅全部摆在一起，既可爱又喜庆，是不是非常的有感觉呢？而且他们面前放着麻将、游戏手柄、金元宝、冰淇淋、手机，我觉得他们分别对应着运势、生活、财富、健康以及事业，集齐这五个的话，那我的2020年简直是一飞冲天，旺到不行啊。如果你也喜欢这一次的瑞兽礼盒的话，可以去京东搜索瑞兽礼盒就能够找得到了。不光有手机，还能够得到这么可爱的中国神兽，还有一些新年的祝福语，甚至还有机会中大奖。我觉得在2020年新年伊始，给自己博一个好彩头还是非常的重要的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呢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咱们下一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